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？你怎么进来了？我们是合法的夫妻关系。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婚礼，公司还有会，我先走了，好好招待。在公司里呢，我们就只是工作关系。你没有资格进入这个区域，你别乱来啊！15天内还找不到新手啊？我带大家集体辞职。出去！我告诉你，我连衣服都脱了。吴清这个人的身手远超过我想象的。问你话呢，刚才干嘛呢？问你干嘛？耍帅啊！我听说趴下。现在去领结婚证。嗯，你这也太突然了吧！趴下！哎，